大家平安，阿们平安。跟你旁边的说，这是恩典的喜年。是的，这是恩典的喜年。这是恩典的喜年。这是恩典的喜年。然后我们可以从座位，可以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起来。让我们以歌声，以我们的肢体，来齐声宣扬，这是主恩典的喜年。这是以利亚的日子，去宣扬我主的话语。哦，这是你仆人的日子，摩西公义竟真被显明。哦，虽然这苦难的日子充满饥饿黑暗刀剑，而我们仍要在这旷野呼喊预备耶和华的道路，看他降临，驾着天祥云，闪耀如烈日，好多声吹响，响起笛声，这是恩典的喜年，救赎恩典从西安山而来。这是以利亚的日子，去宣扬我主的话语。哦，这是你仆人的日子，摩西公义竟真显明。哦，虽然这苦难的日子充满饥饿黑暗刀剑，而我们仍要在这旷野呼喊预备耶和华的道路，看他降临，驾着天上云，闪耀如烈日，号筒声吹响，扬起笛声，这是恩典的喜年，救赎恩典从锡安山而来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这是有一个歌词说，扬起你的身，扬起你的身，因为救赎的恩典从耶和华的锡安山而来。圣经里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扬起我们的身来赞美神。圣经也提到，若我们不去赞美神，石头都要被兴起赞美神。这个时代是赞美的时代，这个时代要用透过你的嘴巴，透过你的口，把神的名、神的恩典唱出来、说出来。这是说话的时代，这是扬起神的声音的时代。所以扬起你的声，所以跟你旁边的时候，我们要扬起你的声音，赞美我们的神。扬起你的声音，赞美我们的神。扬起你的声音，赞美我们的神。来，我们再一起来唱一次。这是以利亚的日子，去宣扬我主的话语。哦，这是你仆人的日子，摩西公义竟真被显明。哦，虽然这苦难的日子充满饥荒黑暗刀剑，而我们仍要在这旷野呼喊预备耶和华的道路，看他降临，驾着天上云，闪耀如烈日，号筒声吹响，扬起笛声，这是恩典的喜年，救赎恩典从锡安山而来，看他降临，驾着天上云，闪耀如烈日，号筒声吹响，扬起笛声，这是恩典的喜年，救赎恩典从锡安山而来。这是以西结的日子，枯干的海枯枕复活。哦，这是你仆人的日子，大卫重新建造赞美殿。哦，这是那首歌的日子，
是你葡萄园的工人，去宣扬我主的话语，看他降临，调整天下雨，逍遥如烈日，好同学吹响，弹起笛声，这是恩典的喜年，救赎恩典从西安山门来，看他降临，调整天下雨，逍遥如烈日，好同学吹响，扬起笛声，这是恩典的喜年，救赎恩典从西安山门来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我奉你的名宣告，这是以西结的日子，枯干的骸骨要复活，枯干的骸骨要复活。主耶稣，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的宝座前宣告，主啊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分、每一处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处，所有枯干的、所有疲倦的、所有疲乏的，都要复活，都要复活，因为这是恩典的喜年，这是恩典的喜年，这是恩典的喜年，这是恩典的喜年。圣灵，愿你继续来，继续更多来充满我们，愿你更多充满我们，更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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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充满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从我们灵里面的灵人扬起我们的声音来宣告，来歌唱，这是耶和华恩典的喜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哇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真是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赞美神，我们一起来赞美神，我们一起来同声讲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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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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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耶稣，帮助我们扬起我们的声来赞美你，因为这是恩典的喜年，这是恩典的喜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你，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你，这是恩典的喜年，这是恩典的喜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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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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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啊，帮助我们的口来赞美你，主啊，帮助我们的口来赞美你，主啊，帮助我们的口来赞美你，因为这是恩典的喜年，恩典的喜年，这是恩典的喜年，恩典的喜年，主啊，赞美你。这是以利亚的日子，去宣扬我主的话语。哦，这是你仆人的日子，摩西公义竟真被显明。哦，虽然这苦难的日子充满饥荒、黑暗、刀剑，哦，我们仍要在这旷野呼喊预备耶和华的大怒，但他降临，驾着天上雨，闪耀如烈日，好同声吹响，扬起笛声，这是恩典的喜年，救赎恩典从西安山而来，但他降临，驾着天上雨，闪耀如烈日，好同声吹响，扬起笛声，这是恩典的喜年，救赎恩典从西安山而来。这是以西结的日子，枯干的骸骨曾复活。哦，这是你仆人的日子，把位重新建造在每天。哦，这是大收割的日子，看到庄稼已发白。哦，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，去宣扬我主的话语，看他降临，
下着天上雨，闪耀如烈日，好多声吹响扬起你一生，这是恩典的喜悦，就是恩典从西安下了来，看他降临，下着天上雨，闪耀如烈日，好多声吹响扬起你一生，这是恩典的喜悦，就是恩典从西安下了来，这是你喜悦的日子，苦干你还苦撑不活，哦，这是你仆人的日子，大卫重新建造赞美殿，哦，这是那收割的日子，看那庄稼已发白，哦，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，是宣扬我主的话语，这是你喜悦，这是你喜悦的日子，枯干的还枯成复活，哦，这是你仆人的日子，大卫重新建造赞美殿，哦，这是他收割的日子，那庄稼已发白，哦，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，齐宣扬我主的话语，这是你喜悦，这是你喜悦的日子，枯干的还枯成复活，哦，这是你仆人的日子，大卫重新建造赞美殿，哦，这是他收割的日子，看那庄稼已发白，哦，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，去炫耀我主的话语，看他降临，驾着天上雨，闪耀如烈日，好同声吹响扬起你一生，这是恩典的喜念，就是恩典从西安上而来，看他降临，驾着天上雨，闪耀如烈日，好同声吹响扬起你一生，这是恩典的喜念，就是恩典从西安上而来，扬起你一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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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恩典的喜念，就是恩典从西安下而来，扬起你一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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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恩典的喜念，就是恩典从西安上而来，看他降临，驾着天上雨，闪耀如烈日，好同声
垂下，扬起女神，这是恩典的喜宴，救赎恩典从西安山而来。我们再一起宣告，这是一喜宴的日子，苦干的骸骨真复活。哦，这是你仆人的日子，大卫重新建造赞美殿。哦，这是那首歌的日子，看那庄稼已发白。哦，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，齐宣扬我主的话语。哦，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，齐宣扬我主的话语。哦，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，齐宣扬我主的话语。哦，我们是，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都是你葡萄园的工人，齐宣扬我主的话语。哦，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，齐宣扬主的话语。圣灵继续膏抹我们，主啊，我们知道这是以西结的日子，苦干的骸骨要复活，这是你仆人的日子，大卫重新建造赞美殿。哦，这是大收割的日子，主啊，我们看那庄稼都已经发白了，但工人还是嫌少。主啊，你看见在今天晨光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你葡萄园的工人。主啊，我们活着就是来宣扬你的话语。圣灵膏抹我们，圣灵膏抹我们，膏抹我们，膏抹我们。
在我的里面，圣灵活水不停息，圣灵的江河自由涌流到无际。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我们来你，在你宝座前，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这你亲爱自由旅行着你，生命的江河，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里，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，生命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际。我们欢迎你，生命我们爱你，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里，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，生命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际。我们欢迎你，生命我们爱你，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里，在我这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，生命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际。我们欢迎你，生命我们爱你，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里，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，生命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际。我们欢迎你，生命我们爱你，自由地来期待他，来呼求他，来寻求他，神啊，来充满我们，圣灵啊，我们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圣灵，如果我们没有你，圣灵，如果我们没有你，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生命所有一切的苦难。
圣灵吗？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没有你，因为唯有你能够指教我们所有关乎主耶稣的事。主耶稣，你说这世上虽有苦难，但你胜过这世界。你所差派的圣灵安慰保卫时，唯有他能够帮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，却不被这世代所影响。主的圣灵啊，我们欢迎你更多的搅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，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，更多的渴慕你。圣灵啊，圣灵啊，圣灵啊，充满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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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圣灵啊，更多充满我们。若不是你，我们无法宣扬神的话语；若不是你，我们无法有能力去做主的门徒，将更多主的话语带到这世代。圣灵啊，圣灵啊。圣灵啊，我们渴慕你更多的充满我们。神啊，渴望你的膏抹能够临到我们。主啊，叫我们在地的四极见证你的荣耀。见到你的国完全的降临在这块土地的里面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
神啊，我们再次仰望坐在宝座上的主，愿你已经得胜，犹大支派的狮子耶稣基督，曾被杀的羔羊，你已得胜。父啊，赐给我们一个定睛在你宝座的一颗心和一个眼目，神，谢谢你。下次
你之下尊名，主我们何等感谢，因你为我成就大事，主我们心靠你无比大恩，主唯有你是永远上帝，你生命在天地之上，主唯有你，主唯有你是永远上帝，你生命在天地之上，主唯有你，主唯有你是永远上帝，你生命在天地之上。父啊，我们高举你的圣名。父啊，你看看，在这每个座位上都是你葡萄园的工人。父啊，我们齐心来到你的宝座前高举你的圣名，是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是永远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上帝。父啊，我们甚至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我们向你宣告，向你祷告，父，你是台湾的主，在这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，你要掌权，台湾是属于你的。父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开口向你说，父，使用我们，使用我们，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成为那传播福音的种子。让我们成为那传播福音的种子，因为你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，它仍旧是一粒麦子，但是它落在地上死的就必结出许多的果子。父啊，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动力，在这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，我们要成为那一粒麦子。父啊，我们赞美你，父啊，我们赞美你，父啊，我们赞美你。是主啊，你说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他们都屈身扑倒，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。求耶和华施行拯救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为台湾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主啊，我们是与那属灵气的来征战。主啊，我们是要提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来起来征战。这主啊，我们祷告神你的国降临在台湾，主啊，降临在台湾的台南市政府里面，主啊，降临在美国的政府里面，主啊，降临在每一个需要你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有祷告神你的国降临在这里。主啊，我们说当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我们，施行你的拯救，施行你的怜悯。主啊，你不会离弃你手所造的。主啊，纵使我们背逆你，主啊，纵使我们行不喜悦你的事情，父啊，我真的祷告你来饶恕我们。主啊，你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地图，恢复我们。
主啊，真的也祷告为每一个晨光的家人祷告，主啊，让我们的里面都有一个信心，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信心在里面，就是当有人靠车有人靠马，我们却要靠那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名，主啊，就知道主啊，你必要施行拯救，主啊，你必要介入到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你必要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得胜，主啊，在我们的地图当中得胜，主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将最大的掌声皆都归给那个配得赞美的神， Amen， Amen， Amen。